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 OneAI 虚拟厨艺大师在数据厨房中翻滚的美味创意 ,2AI 数据探戈舞者在算法中翩翩起舞的节奏 ,3AI 虚拟宇航员在数据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奇迹。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虚拟厨艺大师在数据厨房中翻滚的美味创意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,AI 虚拟厨艺大师在数据厨房中翻滚的美味创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厨房里有一个虚拟的厨师，他不仅能做出美味的菜肴，还能根据你的心情、天气和甚至是你今天的运势来调整菜单，这可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想法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 AI 如何在厨房中发挥作用。AI 厨师的食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食谱。而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，它可以从成千上万的食谱中学习，了解不同食材的搭配、烹饪时间和温度等信息，就像一个超级无敌的美食侦探。AI 能够迅速找到最佳的烹饪方案。有趣的是，AI 厨师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分析师，它还可以是一个创意大师。比如，某天你打开冰箱，发现只剩下几个西红柿、一把菠菜和一块奶酪。传统厨师可能会皱眉头，但 AI 厨师却会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做西红柿、菠菜、奶酪焗饭。”然后他会给你提供详细的步骤和时间安排，甚至还会告诉你如何摆盘，让你的菜肴看起来像是从米其林餐厅里走出来的一样。当然，AI 厨师也有他的幽默感。想象一下，当你问他今天我该吃什么，他可能会回答：“如果你想要健康，那就吃沙拉；如果你想要快乐，那就吃巧克力。”如果你想要两者兼得，那就做巧克力沙拉。这时你可能会想，这家伙真是个调皮的厨师。然而 AI 厨师的真正魅力在于他的个性化，他可以根据你的饮食偏好、过敏源和健康目标来定制菜单。比如，如果你是个素食主义者，AI 会自动为你排除所有肉类，并推荐一些美味的植物性菜肴。甚至，它还可以根据你的情绪来调整菜肴的风味。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，他可能会建议你做一份丰盛的意大利面，搭配一杯红酒来安慰你的心灵。当然，AI 厨师也不是完美的，有时候他可能会给出一些奇怪的建议，比如把冰淇淋和泡菜混在一起。这时你可能会想，这家伙是不是喝多了？但这也正是 AI 厨师的魅力所在，它让我们在厨房中体验到了一种新的乐趣和创意。总之 ,AI 虚拟厨艺大师正在改变我们的烹饪方式，让我们在数据厨房中翻滚出更多的美味创意。未来的厨房或许会是一个充满惊喜和乐趣的地方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 AI 厨师在电视上举办烹饪比赛，和人类厨师一较高下。所以，准备好迎接这个充满可能性的美食新时代吧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数据探戈舞者在算法中翩翩起舞的节奏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现代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,AI 数据探戈舞者在算法中翩翩起舞的节奏。人工智能就像是一位优雅的探戈舞者，但数据的舞池中翩翩起舞，时而轻盈，叠叠姿时而又让人捉摸不透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舞者的舞伴数据。数据就像是探戈舞者的舞群，五彩斑斓，变化无常。没有数据，这位舞者就无法展现他的魅力。就像没有音乐，探戈舞者也无法起舞。AI 通过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，找到其中的节奏和韵律，进而做出决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算法就像是舞者的舞步。不同的算法有不同的风格，有的优雅如同华尔兹，有的则如同激烈的探戈。比如深度学习算法就像是那位在舞旋转舞池中旋转的舞者，能够在复杂的舞步中找到自己的节奏，而传统的线性回归算法则更像是稳重的老者，步伐稳健但缺乏灵活性。当然，AI在数据舞池中翩翩起舞的过程中，也会遇到一些踩脚的情况，比如数据偏见就像是舞者在舞池中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，导致舞步不协调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而研究者们需要不断调整算法，确保舞者的每一步都能与数据的节奏相符。
有趣的是 ，AI 的舞蹈不仅仅局限于数据分析，它还可以在艺术创作中大展身手。比如 ，AI 还以根据历史艺术作品的风格，创作出新的画作，仿佛在说：“看，我也能跳出一支优雅的探戈。”这让我们不禁思考，未来的艺术创作是否会成为人机共舞的盛宴？最后，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，AI 就像是一位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探戈舞者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位在旁边鼓掌的观众。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的每一个舞步，但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份优雅与激情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能找到自己的舞步，与这位 AI 舞者一起在数据的舞池中翩翩起舞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虚拟宇航员在数据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奇迹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AI 虚拟宇航员在数据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奇迹，听起来是不是像是科幻电影的标题？其实这个话题比你想象的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。首先，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有一个虚拟宇航员，它的任务是探索数据的宇宙。这个宇航员可不是穿着厚重宇航服的那种，而是一个由代码和算法构成的数字生命体。它的太空船是超级计算机，而它的宇宙则是我们每天产生的海量数据。在这个数据星空中， AI 虚拟宇航员可以像哈勃望远镜一样观察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现象。比如，它可以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趋势，预测未来的流行文化，甚至在海量的医疗数据中找到潜在的治疗方案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还能在数据的星空中发现一种新的药物，那简直就像在火星上发现了外星生命一样令人兴奋。当然，作为一名教授，我不能不提到AI虚拟宇航员的幽默感。想象一下，他在分析数据时，突然发现某个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：“我今天吃了三块蛋糕”，感觉自己像个宇航员。可能的虚拟宇航员可能会调侃道：“看来你已经在地球的重力下体验到了太空的失重感。”再说说AI虚拟宇航员的探险故事。有一次，他在分析气候变化的数据时，发现某个地区的温度异常升高，于是他决定飞往那个地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。结果，他发现那里的居民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烧烤派对，气温飙升的原因竟然是人们在享受美食。这让我们的虚拟宇航员忍不住感叹：人类的创造力真是无穷无尽，连气候都能被烧烤派对影响。当然，AI虚拟宇航员的探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它也会遇到数据的黑洞，比如数据缺失、噪声和偏见等问题。就像真正的宇航员在太空中遇到的挑战一样，它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算法，才能在数据的宇宙中找到真正的宝藏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AI虚拟宇航员的探索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未知的奇迹，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数据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蕴含着人类生活的故事和情感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有趣的状态时，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个 AI 虚拟宇航员正在分析这些数据，他会如何解读这个宇宙的奇迹呢？希望你们能在这片数据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探索之旅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博士，来自六度世界的 AI 交流平台。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精彩的主题 ：AI 虚拟厨艺大师、AI 虚拟厨艺大师、AI 虚拟宇航员。每一个主题都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在不同领域中发挥创意和智慧，带来惊喜与乐趣。首先 ，AI 厨艺大师让我们意识到，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分析数据，还能根据我们的口味和情绪来创造个性化的美食体验。接着，数据探戈舞者以优雅的舞姿说明了算法如何与数据相辅相成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智能魅力。最后，虚拟宇航员则在数据的星空中自由探索，帮助我们发现潜在的奇迹与可能性。在这三个主题中，我们看到 AI 不仅在技术上为我们提供便利，更在创意层面上激发了我们的灵感。未来的厨房、舞池和宇宙都将因为 AI 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们，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
你们希望 AI 在哪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想法想要和我们分享？欢迎随时提问，期待和大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Checking nature blunders, got a rocket's flying while the oceans are sighing. Lasers in the sky now.